got a brand new day. Good love is on the way. Take my hand, I'll walk with you. Hey, man, man. Oh, man.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Moving from high above, and if the answer's no, well then I'd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最近好不好？最近都没有，超冷，现在超冷。 Hello 打了超快的，才进来都5分钟。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好像我是那种红人一样，我自己拿的。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打了超快的，才进来都5分钟。哎，小旭哪样？悠悠。哎，你现在捏了我的小网卡，妈，捏烂了。压饼做好的。哎，好痒啊！啊，不要说，你真的是蛮，哎，别弄我，直接打我，这不紧张，蛮暴力的。 哦，Hello， 现在在录。有啊，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啊？哎，很严重哎，超严重，而且你看，我们要去哪里找？我在博物馆。 博物馆在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继续讲。有刚考完，有刚考完，自然通识。对啊，博物馆在这里吗？是不是那里？哈哈哈哈哈！哎，我淘宝来了，真的？我妈刚跟我讲的。 哎，没有没有，哎，我什么时候下订单的？哎，对，可是我不知道跟你的时间一不一样，哎。我看不懂，我看不到。对，你的是。耶！我不敢拿相机，没有。哎，我跟你讲，我早上睡过头，哎。真的。对啊，我要出门的时候我才起床。那是10点的课吗？ 10点对10点的课，而且重点是我还记错，我想说是11点到12点考，我还跟我妈讲说我第二节考，所以第一节应该是自习，结果幸好不知道为什么工差比较早到，所以就好像过了大概10分钟我就进教室了，幸好要不然我就完蛋。今天你先做，好好好，好的。你昨天健身？你都忘记，我要睡前我看到你还在读英文。因为我要抄那些单词就可以。 哎，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东区有什么好逛，你知道吗？虽然大家都在东区买衣服，你可以逛拉拉。你对拉拉老师就有刻板印象？不是，因为我真的之前跟我同学去过2次 Zara， 可是那边衣服都超丑，就是对，要不然就是你刚好去的时候都是好看的。没有，一定是你没有。因为我们去看那种什么吊杆，然后就是超丑的衣服，然后吊杆还要500块之类。可是我不会溜直排，我只会溜水板，那我想溜溜看冰。 对，就是那种，好像就有那个叫什么小巨蛋，对对对对。可是好像都说蛮贵的，而且它那超臭人啊。而且那个还要租的。对啊，好像要700多买一次。好贵啊。对啊，是我觉得一个人啊，500到700。笑死，说得好。直接砸住。好热哦。今天23度，对啊对啊，真的超级难得。我里面才有。 穿短袖，我真的只穿一件，哎，对，2楼，哎，可是有人，不行。
去吃喝点。哦，就不吃晚饭了，感觉很快就要饿了。我们吃晚饭了。我每次吃辣都会卡痰，那我就要就是小辣的我就会卡痰，只要有辣的那我就咳半天。哦，你这喝一下这么神奇，也会常看到他。新同学，我那时候有一直影响我跟我说，对他讲话就很小声，对我讲话只要接着跟我讲，我笑死。那如果他这样子就那有就是 Belinda 吗？我笑 Belinda 超好笑，就是 Amber Belinda 超好笑。他说这个笑声很像啊，不是怎么了，他是那种校长解释无效。我想一下 ，OK， 是一个教室无影踪的样子。我们走到那边刚好三点，是。我们下可能就是要直接。对啊，看医生，我真的很胆小。我知道。Hello， 大家，我现在回到家就看到我的淘宝包裹来了，超赞！只是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小超多的，算蛮壮的。这样我要来开了。在这边开好了，放地上。Hello， 大家，现在时间是5:06，然后呢，我真的要气死，就是我刚刚在传那个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跟我同学的片段，就是应该也不是上课，就是上课之前，我们下午有上国防课，然后就上国防课之前的片段，然后我真的要气死，就是。之前录的影片都好好的，都没事。然后我刚刚要传档案到那个电脑的时候，他就给我写什么无法显示，那一段片段就直接报废。那一段大概有，感觉我快要10几到20分钟吧。那个片段有一些蛮好笑的片段，然后就我现在真的超无言。好，反正现在要来开淘宝的包裹，对。所以你们可能就是看影片的时候会想说什么？才刚就是吃晚饭，然后要回去上课，结果就是还没上课，然后就是直接下课，就是因为那样，就是双十一之前下的订单，所以他现在才比较早送来。我另外一批还在海上漂。Hello， 大家，今天要考期中考。哇，你现在皮肤都这样，你不要再吃这了。这眼镜看过不能吃。那都有菜。那好久没吃菜，昨天到你那里吃啊。那里吃。嘿，你看，我你看我没吃。吃啊。瓦图是什么？对啊，瓦图。哇哇。哇哦，这是超级。这个啊，它就一半而已啊。他可以这样，你知道吗？他可以这样转，然后就可以
他可以站着。我不行，他可以这样。好酷啊！对啊，欸、很多人都想哇。对、啊，可是我就不敢这么大，招一下。你不错，不错，我没有拿，对啊。OK。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马桶，他就是后空。哎、欸，这样吗？在录音吗？哦，没有啊。对，我在录音。没有，掉到马桶的下面。他会掉，他会滑。他掉到马桶。马桶？不是，不是，不是。马桶是另外一个。上车，上车。在这里等我妈来帮我带走，因为公车还有25分钟，我本以为来得及，结果根本就坐不上去。然后我们下午去 Costco， 然后顺便说一下，这件是我在淘宝买的，超棒的。2:35，然后我们要去 Costco， 去 Costco 买东西。拍我，为什么不要拍你？不要拍你。车子味道好恶心啊，都出来了还恶心，有后遗症。什么后遗症？什么吧？为什么？哎、欸，今天很少人哎、欸，是因为平日下午？对呀、啊，假日超少人的。就喜欢平日来，这礼拜三买很快。现在这礼拜三下午，看的东西看的真的没什么人。前面有圣诞节的那个树。我真的超想要快点圣诞节，我真的超爱圣诞节，是我12个月里面最爱的一个节日，就超级欢乐的，有那种叮叮当，是吗？对对对对对，我还有我唱歌。我也没有买，我只是瞄一下。这根本就是冷冻库，好买的。这就是那个冰箱第二层最上面那个冷冻库的冷度。你穿短袖短裤哎，超厉害！让他走。好冷啊！哦，好冷啊！你这短裤，哎，你要吃什么啊？对啊，100克180打奶油。巧克力比较小，要是这个呀，可以啊，好了，我来买一盒，奶油泡芙，蒜粒皮，超级多。好。Hello， 大家，现在9:18，我去学校了。今天超冷，今天才10度吧，山上。下面给你们看我昨天换的壳，长这样，超可爱的。然后林晴就来跟我说我很丑，我想扁他。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件是淘宝买的外套，之后会一起开箱给大家看。Hello， 大家，我现在到学校了。然后我同学还给我在家里啊，还在给我偷懒呢、啊。我们晚上，而且我们下午要上国防课，那还不给我来。山上现在正在飘雨，就是非常的微微的。然后我同学说超冷，可是我穿蛮多，所以现在没什么感觉。而且我里面还有穿一件发热衣。然后昨天比，今天天气实在太好了，你知道吗？那风超大，我又是到了那种没办法走的地步，超烦。然后
宇宙来说不是应该从上下到下面吗？可是它风大到从左下到右，就知道多夸张。Decide how do you define the new design? The mood is mine. I'm out of line and it's taking从这一次之后呢，各位要知道，要报告的人位置应该在哪里？他在讲替代能源的时候，后续又讲到了所谓的一个是叫做八年的吧，有的。那我们现在就到那边差不多公车来，对。下课了，开始从那边是温泉会馆，超恶心好不好？排出一堆超恶心的烟，超多，哪有很多地方都有啊？你在讲到真的是温泉会馆的地方才超多，很多地方都有。那是最近好不好？之前都没有，超冷，现在超冷，才10度，不到9度还8度。亏我今天早上上来，我还觉得我穿的很多，结果现在就很冷。跟我说今天，哎，我现在这样都冷，我在骑车完蛋。我觉得。对啊，我刚刚骑的时候怎么手这个湿？你车子里面应该要有那个，你有手套吗？没有。啊，你没有手套，你要买手套啊？对啊，可是我觉得也不要买太厚，因为我那时候买一个薄薄的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点难吹。对啊，所以再买更厚就很难。阿妈的那种套在手，套在那个上面，你知道吗？都不用拿，不知道。Hello， 大家，今天是11月30号，然后。现在8:53，然后现在要去上课，然后我想说就是等到12月1号的时候要开始就是拍 Vlogmas，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Vlogmas 是什么，反正就是我就简述一下，我记得那时候我上网查就是这样子讲，反正就是美国人他们想要就是庆祝圣诞节到来，所以他们就是每天都会就是上传影片，然后就是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即将到来，所以就是从12月1号到圣诞节前一天，就是他们每天都会这样上传 Vlogmas 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可以挑战看看，但我应该没办法每天都更新，就可能2天或3天更新一次，就是看我那个学校的情况，因为我光是从学校下山回到家就可能一个半或者是2个小时，所以就少掉我很多可以剪片的时间，而且如果有时候有什么作业的话，是怎样子，就是会很麻烦，而且我剪片也没那么快。对，反正就是应该会这样，然后我就是会尽我所能把那个影片剪完，然后上传这样子。Net， 拜拜，下车了。还要找时间做报告，下班就要交了。然后我要跟我同学会诊其他组员的。洗手通常当午用。大家好，我们是B七组，那我们今天要准备的报告是传染病的扩散。